我只是要一个非常清楚，你们为什么拘留或是逮捕李明哲，总要告诉我，总要告诉我。让我觉得还蛮恐怖的，因为 我认为黑名单这件事情是、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绑在中国，然后呢不让他和这个台湾这边做一些的联。这几年中国政府常常以强迫公开认罪的一些侦讯影片，例如像瑞典的人权工作者达林，以及709的律师群们，这一些都是酷刑逼供下的产物。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历史，我们有过伤痛，所以我请中国政府不要再唤起台湾人民对于伤痕历史的痛楚。所以他其实一个人要承很多的事情，很多事情也如何，以及他的家人要怎么跟他释放李明哲。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这么多。